这个驻车沙发，这里有一个卡位，还有几个档位的。对，几个档位，你调到一般调到最大嘛。最大。哎，对。然后这个时候车子等于说那个轮子就已经锁死了，就不会动。这叫驻车沙发。然后这个超大的这个购物篮、储物袋都可以。而且整受重量也很大，对，这个超大的储物空间。